咱们直接裂开一瓶新的啊。哎，买上了啊，买上了啊，干。哎呀，大哥，你是平常一天能喝几顿？两三斤吧。两三斤。对。哦，白的两三斤。您最多的时候一顿喝过多少？一顿喝过二斤。喝了喝了。干，喝棒啤酒吧。干了。哎呀呵，我的天！哎呀，山东大集的早酒摊啊！哎呀，这两个大哥在这喝着。大爷，咱这是卖的什么呀？狗肉。狗肉，哎，猪肉，哦，这是猪肉，哎，狗肉多少钱一斤？五十一斤。五十一斤，对。那猪肉多少钱一斤？猪肉十块。十块啊，那给我来十块钱的猪肉，来，啊，来一点啊，咱们尝尝大爷这个十块钱一斤的啊，熟的猪肉。那属于挺好，不撑了啊。哦，不撑，嗯，哎，行，直接切就行了。就这些，尝了。啊。你看，在家就乐紧，哇！少来点，少来点就行，少来点，多了多了吃不了。多少？十块钱。就来十块钱的就行。多少点？三人。哎呀呀！哎，多给点，大老爷大老太。来十块钱的就行啊！哎呀，大集上的物价是感人的啊！嗯，物美价廉。嗯。因为嘛，他配的好就给。哎呀，他们要来分享，我不要给。啊，咱们整一点啊。感受感受这个早酒文化，大哥，你这一瓶能喝完吗？喝完了，喝完了啊！那你这个酒量是很好啊！俩大哥，一人一瓶，这是啊，一瓶。哦，大哥，您这一瓶也能喝完？喝雪瓶我舍不住，没了。哎呀，酒量真好啊！哦，大爷这边这个肉给那个装好了，行，放着吧，嗯。哎，来干！哟，哇塞，把妹了。山东大汉哦，喝早酒。哎，哎呀，你们上年你赔过了，很好赔的，不能啊。去年我遇到过这大哥啊。嗯。大哥，你是平常一天能喝几顿？两三斤吧。两三斤。对。哦。白的两三斤。您最多的时候一顿喝过多少？一顿喝过二斤。二斤。对。那也是好酒量。要是喝二斤，是喝多少吨？还能耍些的了，这个能。一顿喝过两斤。比谁都多些的。啊，要是喝二斤，是喝多少度的？一般我喝低度的，42度的、39度的。啊，39、39度，42度的。我给你来个咱们临沂本地的瓜干酒，你尝尝啊！你裂开尝尝，这个酒味道怎么样？瓜干酒45度哈。哎，对你裂开尝尝，大哥。开窗啊！李阳。哎呀，大哥直接就裂开了。大哥，你一顿能喝多少？说起来说个子。我是一般都是喝半斤，其实都是一斤了你也喝，不含鱼喝那些的。啊。保持清醒嘛。啊、一般我那饮酒没事，不多喝。哦，不是他一天喝两三斤，我都一天都是奔着斤半酒吧。哦，您是一天喝一斤半？对，都是奔着斤半酒喝。啊，对。好、哎、好好，多倒点，你尝尝。那多倒点，尝酒，尝都尝了。啊，你先尝尝这个瓜干酒的味道。来，品一下。这杜鹃多的哈。我这个有瓜干味儿，嗯啊，不是，他能喝出那种那个确实是瓜干味儿，见过，他能喝出来那个地瓜干香味道，那喝都这些，所以说不到五十，我喝了3多年酒了，我是酒很好很好，到嘴哈也是一口都释怀了，啊，顺口，他那喝你们看一口来喝吧，来一口干，哦，哎呀，这又干了。哎呀，能喝出来瓜干味儿啊！大家要喝着好喝的话，这个瓜干酒你就留着喝吧。好的，谢谢。啊，好的，没事，嗯，再讲，嗯，哎，山东大汉喝早酒，干大吉。哎呀，看看啊，吃大肉，啊，喝了喝了，干，喝棒啤酒吧，干了。哎呀呵，我的天，哎呀，哎呀呀，喝棒啤酒吧，呀，不能剩还，这不能剩，啊，不能剩。呀，又拿两瓶啤酒来。哦，两瓶够了，我那继续打。来，干。啊。干了。哎呀呵。完了，这里又喝了。哦呀，又搬了一提来。哎呀，干。哎呀。哦，这是带着这么多酒来喝啊！我的天。啊，一人再来个啤酒。再说个啤酒。
一个还不行。哪的妹妹喝？啊，不提一扎吧。啊，提一扎。来来，在楼下来。来喝来。来来。我的天！山东大集，大汉喝这么酒，哎，干大集嘛哈。我的天！哎呀！厉害了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！嗯，咱们先尝尝这个十块钱一斤的肉啊。嗯，吃着挺香啊，味道挺棒的，哇，太香了！吃这个肉啊，一定要再喝个酒，那才是绝配啊！咱们直接咧开一瓶新的啊！哎呀呵，嗯，哎呀，看看啊！哎，买上了啊，买上了啊！好嘞，来大哥，咱们一块干一个，干一个，干了，啊，干，哎呀，到山东就得大口吃肉，大碗喝酒，哎呀，太爽了啊，嗯，很好啊，哇，这个肉好吃啊。干大集，喝早酒，为山东美食点赞。到山东临沂喝这个临沂大曲啊，挺接地气的啊。来，大哥，短杯短杯，别划别划，咱们一块碰一个，别划别划，别啊！性感的菜系是吃起来，咱们兄弟相聚，春风得意。咱们三个一起干了这杯酒，来，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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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，你那也别洒呀，哥，别你那啤的也别洒，啤的不洒。哎呀！行，再两个吧，再两个。大哥，你就干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